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交易人生，我是高维旭。加权指数目前上涨51点，再创新高，10368点，再创新高。多少人告诉你过年后啊，请你要保守，在10004点的时候，多少人告诉你要保守？我是从1月3号、1月4号、1月7号告诉你偏多操作爆股过年，即便开红盘，我都告诉你行情路况告诉我的方向还是往上，请你还是要偏多操作。始终如一的应该只有我一个人而已。这段的路不好坚持，这段的路有什么？有矽晶圆的利空，有记忆体的利空，有联电的利空，有所谓的台积电的利空，会告诉你这些。行情路况开始要整理啊，或是不排除再往下再做一个彻底，这些的人啊，大部分的人，因为他们之前看不懂行情路况，他们也没办法坚持啊，他们买到相对高点啊，讲那些话你才听得进去。我来回顾一下，加权指数在10004点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你，一定有一个分析告诉你这一根的压力，你必须要留意。因为刚好是颈线的位置，你必须站稳颈线3天带量，站稳颈线你才能偏多操作，然后不排除已经开始偏多操作了。站稳颈线，你看那时候是几点了，已经是10137点了，然后不排除前部还有个跳空缺口。这个分析对你的操作你觉得真的有帮助吗？那个是看不懂行情路况的人在给你报告的啊。当时我跟你讲，不要去看位置啊，不要去看位置啊！你看，投资朋友，今天是不是补缺口了？补缺口1/2了，这一差从1100点到1371点，又200多点了。更何况不要说什么，在10000点的时候，我还告诉你偏多操作，一差300多点。你前面没有跟上脚步的，你不认同的，你至少在这边2月11号开放盘，你还可以再赚到300点，这就是差别。行情路况如果都看不懂，操作带你操作绝对不会好。行情路况如果每天都会告诉你多空都对，不排除往上涨。可是可能会面到压力，其实你还是要偏保守操作，然后一个关卡的压力都告诉你，然后呢，你只能停在那边看别人赚钱，你没办法做任何动作。一年的机会可能就是3个月，就那一次你中到大波段，后面的小输小赢那个就还好。可是呢，如果连大波段大赚的时间点你都没有赚到，你后面再小输小赢，最后你还是输家了，你还是输家。1月3号、1月4号，我有告诉你，前提是什么？我不是一直叫你买到1月3号、1月4号9319的时候才买对，才跟你讲。我是在12月20号就告诉你出新股票，看一下。我到我的会员怎么做？8点56分呢，12月20号啊，出清股票保留180现金啊。传真稿也是这样写，行情路况往下，前提是我有出清股票。出清股票，我才有资格跟你谈说行情路况往下，我们要偏多布局。1月7号也是啊。偏多布局，震荡幅度越高，筹码越坚，感情未来不论涨势跟速度都会超乎你预期啊！爆股过年还是新年快乐啊！1月30号，我才有资格告诉你啊！前提是我有12月20号，不管是10点半的连线，或者是10分钟的这个盘后的节目，我都有告诉你应该做什么动作，因为有卖才有买进。1月3号、1月4号、1月7号。超过1000点的行情，我才敢这样跟你讲。如果告诉你，就算到1000点的行情的人呢，第一个，
拿出证据来。第二个，至少要有卖出的动作吧。如果都没有卖出的动作，那就是一直买啊，一直买，没有把会员的钱当作自己的钱在看啊，然后买完之后才告诉你。我的做法绝对不会是这样。12月10号我请你出清股票，1月3号、1月4号我们进场布局，就是如此。操作是不是这样做？1月7号买进讯联，涨势跟速度超乎预期，隔一天涨停板，连续创新高之后，我们1月10号私家出清，赚18%。我告诉你要偏多操作，股票真的不用多，你大概两档三档股票就差不多了，只要重压你就可以赚到大钱了。1月15号在这里啊，投资朋友，我告诉你要偏多操作啊，不会因为行情大涨或大跌，我就左右摇摆，但我的会员操作就不一致了。1月15号我们买进羚羊。扣讯在这里，今天我们羚羊出掉了，回收资金。我出股票没有再出什么二分之一、二分之一、二分之一，一咬就出清了。2月25号今天，我们私下出清，赚13%，实实在在的操作。这是不是你要的？我不清楚。可是这一定是我会员要的，因为财富重分配跟我有关系了。我跟你报告的，汉讯上去了，持续看好。四季钢，还是持续看好。包含我之前跟你报告的1316上药，我还是持续看好。重点是你要不要跟上脚步，才是重点。我说的跟做的都是一致的，我没有任何多空摇摆的空间给你去思考，模棱两可。交易本来就是赢，不是赢就是输，没有那种模棱两可的告诉你那种话术，那种话术对你的操作没意义。如果你加入我的会员，你是因为我多空都对，讲的模棱两可，你加入会员其实你的结果也不会太好。我有自信，我会跟趋势同行，我有自信，我带会员是诚实的，该做什么动作我们就做什么动作。我们普通会员两档股票，我今天卖掉了羚羊，只剩下一档股票，而且还是大赚。这就是实实在在，你才实实在在的操作，你才能财富重分配。我没有乱枪打鸟，一组会员五档十档的股票叫你买，你怎么可能买得下手？加入 Light， 至少可以告诉你行情路况的方向，产业我会告诉你。包含什么？包含我假日的时候我做一份资料，在做什么？董监持股比例低的，股价又低于净值，这种股票未来才会有机会，因为董监回补的行情会慢慢的发酵。我都讲在前面，我都讲在前面的。想要知道我这些资料的投资朋友，欢迎跟我线上助理做联络，或者是你加入 Light 来索取都可以。打电话进来，我们可以聊一聊。欢迎你打电话进来，聊一聊怎样的操作方式是你要的。维旭老师的操作模式是不是可以让你放心的跟着我，而且达到什么？短期目标达到股市赢家吧。短中长期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常态性成为股市上交易的霸主。我是高维旭，祝大家操作顺利，获利满满，明天见。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